武汉医生加油，你们的勇敢坚持一定可以消灭病毒。跨越9000多公里，加拿大的列治文与高桂林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要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哇，你好棒哦！你是搭对只手哦，加油是吧？我们在加拿大没有办法这个亲身为医护人员祝福，所以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遥寄我们的祝福。为了宣导茹素防疫的观念，慈济志工也亲手为孩子们做出蔬食料理。斋戒一念心，祝福更有力量。大新闻，郑善美志工，加拿大报道。